好，你出来。这个是瓷砖地的。张女生故事馆。哦，他们家大多了。所以他爸的关节比较大吧？看起来是这样。对，好大，好多间哦。对啊，你说他小时候张雨生就住在这房间，在这边。这是张雨生的房间。这间，这间。哦哦，这间。这间。太大了。哎，不错，他家。对，他们家看起来房间不错，你看就是天天香，天天蚊子。对了对对。这张。哦，没有印象。有没有印象？没有，太小。这也是天才。